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介绍的疗剂 Carduus Marianus， Carduus Marianus 英文叫做圣 Mary's Thistle， 翻译为圣玛利亚蓟草，圣玛利亚蓟草 Carduus Marianus。圣玛利亚蓟草是主要是一个肝和脾的疗剂，最主要是肝，跟着是和脾有关的疗剂，主要 的问题呢都是这一方面的。那个肝和那个门静脉系统，就是肝那个血液循环的系统的问题啦，咁啊，导致一种冤痛啊，同埋嗰个黄疸啦。咁呢个咧，亦都系专门对付呢个嘅嗰个血液循环、血管循环系统嘅。尤其是咧，曾经系有个肝毒啊嘅问题，或者肝嘅问题。咁佢帮助我哋身体咧，系重建翻一个胆汁嘅流畅嘅胆汁，避免咧个胆石嘅再重複出現，即化咗個膽石，膽汁流暢，避免膽石再出現嘅。好啦，慢性嘅肝嘅毛病啦，肝硬化啦，咁可能咧係出現肝硬化，出現肝嘅毛病咧，出現腹水嘅問題，或者水腫。咁所以咧係肝硬化，同埋加上嗰、那個。个脚嘅肿同埋嗰个静脉嘅肿胀，好啦，圣玛利亚蓟草咧个肝咧嘅肥大咧系通常向环走嘅，另外一个疗剂赤勒冬年咧系向直嘅，呢个向环嘅肥大嘅肝肥大，咁可以处理嗰、那个胆石嗰啲绞痛啦，咁。肝炎伴有潮热的问题，肝的受伤的肝，咁亦都可能咧会帮助一啲肝癌的情况。
尤其是那些水肿的问题，因为肝的毛病导致的水肿，同埋咧嗰个盆腔嗰个充血、出血流血，亦都系同肝病有关嘅嘅流血嘅问题。咁就胆型嘅发烧吓、因为肝毛病胆管嘅问题咧系导致发烧，胆囊嘅感染。好啦，另外咧就系、肝型嘅头痛啦，扁头痛啦。通常咧系右边最差，肝嘅毛病咧，通常咧同埋咧嗰个连带到肺嘅毛病吓，同肝同埋肺肝嘅问题影响到肺嘅问题。咁同埋喺流感嗰阵时候咧，系肝亦都受到影响，血糖低，因为肝炎咧或者。单核白血球增多症系 mononucleosis 咧，因为呢种病咧系导致个身体咧系一振不起啦，或者咧系饮酒过多，尤其是啤酒导致个身体受损。好啦，典型嘅症状咧包括口腔后边咧就有一种苦嘅味道啦，而嗰个脷咧系有中间咧系有白嘅。胎印啦，同埋咧红嘅脷尖，门静脉咧系堵塞，个肝嘅门静脉嘅堵塞，嗰、那个痔疮有痕，同埋直肠嗰度咧有燃烧嘅感觉，尿咧系好深色嘅。好啦，皮方面嘅毛病咧，通常咧就会有消化嘅问题啦，同埋咧口有苦味嘅，呕出嚟咧好似有啲黄胆嗰啲物质，长期嘅火烧心啊，食咗嘢之后好攰啊，好疲累啊，咁呢啲同嗰个脾有关嘅。咁中医嚟讲系脾主运化，同个消化系有关嘅。好啦，个腹部咧系有一种掹扯嘅痛。由嗰个肚脐咧，去到嗰、那个那个胃窝下边吓、我叫 solar plexus 嗰度吓，喺、肚脐个位置，咁就抢大把好多抢气嘅声音啦，咁嘅粪便咧就比较淡色吓、有一种池土色，或者咧带有血，好啦。这个疗剂咧，亦都可以帮助嗰啲抗功嘅毛病。咁抗功通常毛病咧，系嗰啲呼吸系统啊、哮喘啊呢方面嘅。佢人会攰啦，吓冇力啦，攰啦，食嘢之后咧，尤其是攰啦，吓。咁同埋咧，就成日打喊路吓，呢个就我哋叫一类嘅抗功嘅毛病。咁亦都处理静脉肿胀同埋静脉溃烂。咁嗰种痛咧系抽痛啊、掹扯嘅痛啊，系燃烧嘅痛。好啦，咁精神状态方面咧，圣玛利亚计数咧，通常个人咧就比较咧系沉默啦，唔讲嘢啦，即系对事物冇乜兴趣啦。咁同埋咧系好容易嬲怒嘅吓，我哋叫肝火盛吓，中医上肝火盛有啲咁嘅情况。腹部的痛呢就在肠那里一种切的痛、好像那条肠是有一种移动的移动的感觉啦。胸口呢痛有时候呢是出现那个胸口呼吸痛的、一种刺痛抽痛那种 的呼吸痛、在右边那个肋骨下面是肝的位置那里呢有一种刺痛、一种挑下挑下的痛是那个右边的肋骨下面和前方行路又痛，喐动又痛咁样，咁同埋咧呼吸到嘅时候会痛。好啦，头痛咧个症状咧就系食咗嘢会令到头痛舒服啲嘅，即系未嘢食嘅之前咧就头痛开始啦。咁但系一食咗嘢之后咧就好快咧就慢慢消失。咁我哋叫做肝嘅头痛，
咁啊头痛咧系前额痛啦，嗰种沉沉重嗰种痛啦，同埋咧后嗰条脷胎咧好臭嘅，咁我哋叫做胆汁型嘅头痛吓。个四肢方面咧，亦都出现咧系嗰个风湿性嘅痛，尤其是系右边嘅。那個三頭肌是 deltoid 那個右邊那個肩膊同埋呢那個右手呢方面的痛，咁就同嗰個右邊有關嘅。咁肝當然啦，係肝譬如你知道有嗰個肝硬化啦，同埋加上呢係水腫啦，嗰個膽有膽汁啦，加上頭痛啦，膽石啊咁樣不斷咁嘅膽石嗰啲绞痛啊，不断咁袭击啊，咁亦都会因为肝嘅毛病导致嗰个肺嘅毛病咧，导致出血吐血，咁就出现嗰个哮喘吓，哮喘又是我哋旷工嗰啲哮喘啊，咳得嚟咧就发现咧系有血吓，有嗰个胸嘅旁边咧就有一种刺痛啦，同埋咧痰有血嘅。咁甚至乎咧，吐出嚟嗰啲系纯嘅血都有，或者痰里边沟埋啲血。好，咁其实仲有一个症状咧，就系嗰个大便方面啦，个粪便系比较硬吓，有结节嘅。咁同埋咧，同嗰、那个吐泻胶嗰个胶体吐泻胶体，咁亦都会皮肤方面就会出现嗰个静脉嘅肿胀啦。同埋潰瘤啊，咁胃嗰方面咧，佢唔舒服咧，就成日覺得胃呢一種壓力感嚇，作滿啊、瘀啊、瘀心啊、嘔啊咁樣，嘔出嚟咧，嘔埋啲膽汁啊呢啲咁樣嘅。OK， 咁基本上咧，聖瑪利亞蓟草咧係一個主要用喺肝嘅療劑，咁但係基本上就好多時候冇乜特別嘅症狀嘅嚇，即係冇乜特別嘅資料令你諗到點樣用其他嘅肝嘅療劑嘅情況咧，我就通常就用 Cardius Mariana， 即係一般性應用喺肝係一個嘅冇乜特別指引之下咧，你知道係肝嘅毛病咧，就可以考慮用呢個療劑噶啦。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